首先，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，坐在地上、床上或椅子上。双手可以放在膝盖上，或者互握住左右手。闭上眼睛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保持脊背的直立。如果有任何不适，可以自由地放松、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，把注意力放在心脏背后的脊柱上。感受自己柔和的呼吸，不要操纵呼吸。停止一切思维和念头。感受脊椎中的缕缕舒适，轻柔上升，像丝丝光线进入大脑。巴哈欧拉的圣言飘向了你。圣爱之城的居民啊，永恒之竹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，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，仁爱之主遭受暴徒虐待，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，荣耀之国的居民和唱天众灵在哀泣，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圣爱之城的居民啊，圣爱之城的居民啊，永恒之竹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，永恒之竹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，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。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。仁爱之主蒙受暴徒虐待。仁爱之主蒙受暴徒虐待。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，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，荣耀之国的居民和上天众灵在哀泣，荣耀之国的居民和上天众灵在哀泣，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
圣爱之城的居民啊。圣爱之城的居民啊。圣爱之城的居民啊。永恒之烛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。永恒之烛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。永恒之烛受到俗世狂风的吹袭。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。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。天国青年之圣美正被凡尘遮蔽。仁爱之主蒙受暴徒虐待，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。仁爱之主蒙受暴徒虐待，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。仁爱之主蒙受暴徒虐待，神圣之歌惨遭恶鸟蹂躏。荣耀之国的居民和上天众灵在哀泣。荣耀之国的居民和上天众灵在哀泣。荣耀之国的居民和上天众灵在哀泣。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而你竟安睡在这舒适之地，还以真正的朋友自居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你的所想所为多么荒诞无稽。
曾将注意力拉回到脊椎，将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，慢慢感受周围的光线，缓慢地睁开双眼。我们完成了此次冥想之旅，请花15分钟回想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引言经中的圣言，并思考如何将它运用到今天的生活中。